终于道歉了，就是骂客家人都很穷酸的这高三女生呢，虽然道歉，但是还是哀告，公然侮辱罪。客家人不是废物，我客家人不是废物，哎，你客家人不是废物，客家人不是废物。大声怒吼，十六号一早，新竹琼林乡的客家居民到地方法院，要正式控告在网络上辱骂客家人的女高三生可可，涉嫌公然侮辱。按下控告铃，要替全台湾的客家人讨回公道。因为母亲节当天，女学生可可和爸爸到新竹，带去的小狗意外咬死了当地居民谢小姐的小鸡，被要求赔钱。她心生不满，居然在网络上po文说客家人都很穷酸，都是废物，引来批评。我们希望说这个女生好能够诚实的站出来，跟所有的我们客家的居民、所有的客家人说声对不起。好，我们就可以原谅他啊！既然还有人在挑动族群问题啊，还骂客家人是垃圾啊，那是非常严重的问题。虽然可可事后马上删掉这段激烈文字，并且发文道歉，但还是消不了民众的怒气。最近常常看到一些孩子的行为已经脱序了啦，只希望这孩子能够汲取教训。当你在网络上不管po任何的文的时候，你要三思而后行。你将心比心干嘛？他们。如果当时的情景，如果我拿着竹子打死他的狗，那就情形就不一样了。现在客家居民齐心站出来，要求可可正式道歉，就是希望让他知道，不是几张悔过书就能轻易平抚他口出恶言对客家族群造成的伤害。中天新闻和孟千柳选新竹采访报道。